那边是售票的。美泉宫。我们还没有进去吧？怎么跟我看到图不太一样？拍屁股啊！这边整修是不是？拍屁股好像还有花园，它没有那么小。就我的记得它是从高处往下拍的，这边有没有高处用空拍几百个？我记得它前面不是草坪，是四大块哦，这里直接整修整掉。说明我们又来到屁股了。说明这只是屁股。对，因为它上面的头有点不太像。我看对那个门看进去，好像里面是花园。每次都从屁股进来。可是它屁股也有售票亭。韩国人是都很有钱，对，韩国很多千金，很多千金小姐。应该是说韩国很多所谓的大财阀，大财阀可以这个可以参政，对啊，怎么会这么多污秽的事情？怎么走嘞？左右选一边，左左右右。两边都有人走。没有到很惊艳的感觉，可能还没到、啊，还没到屁，还在屁股，啊，还在屁股那边，所以没看到。因为听说有花园啊，听说很大嘞，听说花园很大嘞，说明那边那整区都还是。这有园区图了，看一下。后面就是花园，我们在这一整块都是。对 啊，我们在这里。所以这边其实所以宫其实在这里吧？对，这还不是宫而已，好呗、啊。很大一块哎、欸，在、啊、才这样而已，好呗。前方有花。这逛完就差不多可以准备去听音乐会了。啊，先吃东西，八点就开始了。七点半，七点半就要到了。八点，通常都起早到，因为你越晚到那位置很麻烦，你要进去很麻烦。那妹子就应急呀，他那老头子就滚开。晚餐应该可以随便吃的啦，不用吃的，不用吃到像动物那样。就找那种快速食店那种吃一吃啊。对。早餐饭，昨天那个龟头的。靠！那个在市中心上。什么龟头的？是在哭。我们就跟人家跟着大家盲从逛这个花园。很吵啊，都哭掉了。花呢，都哭了。不好的花呢。
那个时钟是准的，快四点。啊？上面那个时钟是准的。说好。去上面拍一个往下拍的景就可以滚了。嗯，走到这上面。对啊，走到上面往下拍就可以滚了。我说你知道他们说，我刚才说他是用高处往低处拍，但是那个教练然后用远景直接打过来，直接打那个鱼。爬上去了，你坐山。缓坡啊，还行啊。它不是直直上去，弯的，估计走到那边半小时吧，大概四点半，没有了，哈哈哈哈，来手扶梯可以，坐缆车，好多乌鸦，超胖，哎，这只是一部分呢，你往右往左看都还是呢。超级无敌大，这一圈最少应该也可以跑个五公里吧，一个外围。超过了吧，超级大呀，一个外围。直线距离就差不多一公里了，这直线距离。你说的是从我们外面走进来后，我就不止一公里了，两公里，差不多。我这个斜坡好斜啊。去纪念一下，不用每圈都是石头，狂热成这样，像个小瓶子装，而且每个地方的石头都不用钱，你看。迷宫啊，那是，它是一个迷宫，对，迷宫哎。我们可以下来的时候再走看看，如果他不用票的话，应该不用。先上去再下来，这逛得完吗？好的。就是看能不能从上面看到全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再大概知道一下想要去逛哪里。等一下电，才刚爬了你就说很累，你看一下我们还有多少路要走。我们才刚起步了，右边还是左边？左边。右边好像。你左边在走 S 型。S 型不是反而比较轻松吗？是走比较远，可是比较缓。拿一口气，拖着我死，不要用拖的。老死找逃生，这很陡呢，靠背啊！你确定要走这种陡的？走起来！哦，他们有那大炮呢，直接大炮打。对啊，倒是可以看到日落的吗？直接架在这边。这个方向是北边的，太阳在那边。对，日落是在那边吧？对啊，那你打这边啊。可以写个信建议他们政府这边盖个猫栏嘛？这样子就盖个猫栏，对呀。
哎，而且是混种的乌鸦，它没有红眼睛。是啊。对啊，眼睛没有红的，它眼睛是黑的。你确定还要走陡的吗？还不错，走。不走这个大的环的。还不错，虽然往上拍还不错。对啊，可以看到市区耶。啊，我的那个塔是我们来，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城堡。那个塔？是吗？那个圆球？好像不是。不是不是不是。反正北边那边是市中心啊。逆着走，还不会那么帅。我们一半的，对啊，应该一半的吧。那路前是人走出来的，应该是。应该是可以走。大妈很厉害，还比人赞，比我还厉害。The only issue is, I have to like explain where I have money from.啊？最高点啊，对啊。不到半小时的，其实没有想象中夸张。Madrid, sei andato? Sì. Questo sta più Madrid o Madrid? Io parlerò di me. Fatto che mi stavo conosco. Non lo so tutto.
还要跳吗？不要跳了。他们有票，所以走吧，走吧。小朋友在玩的那种。好像快五点了。是啊。嗯。都好像都是五点关，所以快五点了。可是这个皇宫就很普普嘛，它只是因为大而已，可是它皇宫建起来很普普，嗯，没有，就可能外观那种颜色，以前是真的是这种颜色吗？以前应该是全白的，它只是泛黄吧？不可能吧，王宫它不可能让它变这样子的，它一定会维护，所以应该是一开始白就长这样。这说不定夕阳打下来的时候黄得很漂亮啊，说不定呢。它的雕刻也没有做得很，可能没有像法国这么浮夸吧。法国是真的有点浮夸。音乐之都啊，真的是这一间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排那么多人？这是百年老店吗？嗯，他那边还有扫码说这边的历史，这边历史，说历史介绍的。Yeah? Okay. Maybe.厕所在楼下。
那边看一下它到底是从哪边入场。这是大一收进去，对，大衣真的要放那边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全光，我的东西要先拿出来，那大衣放哪？